尿毒症早期表现呢，患者就是乏力、疲乏无力，病人呢可以觉得自己记忆力减退，还有呢就是会觉得消化道症状吧，恶心呀、呕吐呀、厌食呀、不思饮食，那么可以出现这种浮肿，可以表现为一个眼睑和颜面部的浮肿，有些病人还可以出现脚踝部的下肢的水肿，甚至有些人会有一些胸腔、腹腔积液等等。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，可以由于有容量超负荷的存在，病人可以出现这种胸闷呀、气短呀这些不舒服。还有一些病人呢，可以告诉你他有明显的这个皮肤的瘙痒等等。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，他可以说他排尿有问题了，比方说他会可能是一个夜间爱起夜，小便次数多，会有夜尿增多现象。夜尿增多呢，就是说夜间的尿量要比白天多，或者夜间的尿量超过750毫升了。还有一些人呢，会排尿会减少那么他如果要尿量要每天小于400毫升，我们就要少尿了；小于100毫升，我们就叫无尿了。这些呢，都是尿毒症病人比较早期的一些症状。